歡迎收看全日總結，我是 Vicky 許穎文，這次來有 Michelle 做我們嘉賓。 Michelle 你好。你好 Vicky。 今天先跟大家看看內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況。內地股市收市全線向上，上證綜合指數升了39點，報2892點，滬深300升了43點，報3637點，深證成分指數升了203點，報8979點，創業板指數升了48點，報1491點。恆指方面，今天收報27288點，跌了65點，國企指數跌了42點，報10402點，大市成交就有738億。咁所以見到今日咧晏晝之後啦，咁 A 股咧都不斷發力啊，見到最終咧上證綜指啊同埋滬深咧都升超過1%啊，咁帶動港股咧一度倒升啊。不過咧恆指方面咧就升勢就好似冇乜力咁啊，升都係最多都係升過幾十點啊，咁之後又要跌翻落嚟啊。其實相比起 A 股啊，恆指啊嘅走勢係咪可以話係更加弱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你冇講話邊個，你話更加弱唔弱？其實我覺得呢段時間咧，無論係中港股市嚟講，我走勢都一定係講緊弱。只不過講緊而家目前呢一個情況之下，大家都已經係由高位回吐咗，即係都已經係有大概幾日幾千點嘅一個跌幅之後，你譬如話恆指啦嚇，會唔會你話短線係一個即係你話技術上超賣嘅情況之下？中港股市都是啦，咁啊出現一個短線嘅一個技術反彈嘅情況，而呢一個彈幅其實邊個可能會嚟先嚟後咧？我覺得都唔係真係好重要，反而你話真係呢個彈幅大概可能會有幾多成嘅一個升幅喺度咧？咁唔排除你話真係見到即係特別係今日左緊啦，見到 A 股方面去到晏晝咧都有即係由跌轉升啊呢一個咁樣，特別係一啲創業板方面嗰個升值都比較大。咁我相信同即係你話今日日內咧見到個離岸人民幣嘅走勢都有關係嘅。今朝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離岸人民幣都一度係升到去升穿咗大概6.9呢啲位置，最高我諗應該都見過6.89差唔多呢啲位置。咁當然去到晏晝嘅時候回落翻少少啦。咁我相信即係你話中港股市喺即係而家見到人民幣咧，可能去到之前跌到6.95呢啲位置之後見過反彈咧，有機會你話短線真係有一陣嘅升幅喺度㗎。咁啊，但係就係始終啦，講到對於之後嘅嗰、那個、其實對於6月底20國集團嘅時候，中美領導人真係你話見咗面之後，係咪真係可以出到一個協議出到嚟咧？呢一樣嘢我相信個變數都仲係好大，特別係講緊即係我諗大概半個鐘頭之前咧，亦都見到陸續有啲新聞報道啦，就係特朗普佢喺日本接受一啲訪問，亦都講到話其實而家美國真係已經講到話佢就話未必真係想喺今時今刻有一個同中國一個協議出到嚟。咁啊，暫時好難講到話佢而家咁樣講係到底係即係覺得已經係要會面嘅日子逼近啦，咁啊想多一個 bargaining power， 即係可能多啲談判嘅籌碼咧，定係講到話其實目前咧，佢自己都覺得中美雙方有一啲，你譬如話就住華為事件啦，或者就住人民幣走勢啊，就住關稅啊呢啲嘢，其實雙方都有一個比較難以去做到一個達成共識嘅呢一個情況。咁所以其實而家見到有啲行咧都講到話，如果真係去到六月底啦，你中美雙方就算會咗面之後啦，都真係冇一個協議出到嚟咧，唔排除你話喺一個關稅你又進一步升級嘅情況之下，人民幣真係會有破七呢一個情況出現嘅。咁而你話2015年到而家呢一個位置，人民幣其實都未破過七啦。如果到時真係連呢一個位置失守咧，咁我相信喺情緒上，你話對於中港股市嚟講咧，其實嗰個影響都真係會比較大嘅。咁所以其實而家目前講，相對嚟講，對於個後市都仲係唔係話真係話長線睇得特別好啦。只不過講到話技術短線啦，你話超買會唔會真係彈翻嗰1800即1800幾點咁樣咧？可能最多彈去大概28000點呢啲位置，我覺得都已經係差唔多去到盡頭噶啦。只不過講到話咧，你而家喺即係想雙方會面之前咧，大家對於個後市嘅睇法都仲係比較有分歧，暫時個市未有好大嘅方向情況之下咧，而家恆指再向下嘅嗰個跌幅咧，可能都有限，暫時都係睇住大概27120點之前1月4號左緊嗰個裂口嘅頂部位置啦，未跌穿啦，咁我覺得都有機會短線咧，暫時喺27500附近上落嘅一個格局市，即係一個上落格局嘅。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即係雖然咧，港股咧唔係升得好多啊，咁但係見到咧有啲板塊啊，咁有啲股份咧都升得特別多啊，咁首先咧都要同 Michelle 咧講下啲火電股先啦，好似潤電咧今日都升成4%啦，咁啊1071啦都升3%啊，咁啊大唐發電咧都升2%噶，咁啊原因咧就係見到一個煤價下跌啦，咁啊最新見到啲動力煤咧都跌咗成1%噶，咁啊亦見到有啲分析咧亦都話咧其實近期咧煤價咧都有一個下跌
嘅動力喺度啊。咁原因咧就係電廠嘅煤炭庫存增加啦，加埋咧發改委咧其實都希望翻個煤價下跌，咁所以都面臨翻呢個政策壓力啊。咁啊，而國泰君安咧亦都話咧，其實煤價下跌嘅背景之下咧，火電股咧係有望收復翻個盈利能力噶。咁所以佢又推薦翻個華能國際咧同埋華電國際啊。其實呢個板塊啦，又買唔買得過咧？其實我覺得而家呢一個板塊的確係有一個，即係你話係喺而家目前呢個市咁樣嘅一個比較波動嘅情況之下，又係佢嘅一個吸引力喺度嘅。咁始終最主要嘅一樣嘢，頭先 Vicky 講咗啦，就係講到個煤炭價格啦。咁其實由年初至今去睇咧，第一季度咧嗰個煤炭價格的確係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按年嘅一個跌幅喺度嘅。咁但係去到你話第一季三月之後咧，去到進入咗四月份之後咧，見到個煤炭價格相對嚟講咧都有所上升啦。咁就係講到話，即係你一嚟係見到差唔多慢慢係去翻嗰個需求方面啦，二嚟就係講到話，即係而家目前嚟講，可能因為一啲供需關係嘅原因咧，見到其實去到第二季之後咧，嗰個煤炭嘅價格大概而家目前嚟講都係喺620蚊左緊喺度。咁所以其實而家目前嚟講嘅供需關係，即係講到話供應方面咧，可能其實之前嗰啲鐵路檢修完啦，或者限產完咗之後，供應增加咗。咁但係你話去到而家目前嚟講，對於之後嘅嗰個經濟下行嘅壓力，可能即係變大咗啦。咁大家對於嗰個電力嘅需求未必真係咁好啦。特別睇翻你話去到社會用電量咧，那個去到一至四月嚟講嗰個增速咧，都仲係即係較舊年低啦。一正一負嘅情況之下，覺得對於煤價咧，去到之後一月第一季之後嘅嗰個走勢咧，可能亦都係即係有一個上落啦。即係而家呢一個水平咧，未必真係會有咁大嘅一個波動啦。呢一個咁大嘅一個背景之下咧，煤炭價格嘅穩定咧，真係有機會你話對於一啲煤炭成本比較高嘅一啲火電企業咧，係一個比較大嘅利好。而就算頭先講到話，即係去到第一季之後嗰個煤炭價格相對都回升翻少少咧，但係而家目前講對於成個2019年嘅嗰個煤炭價格嘅嗰個預測咧，大概都係620蚊左近。咁同舊年2018年平均嘅一個煤炭價格647蚊咧，都仲係有幾個 percent， 即係大概4% 左近嘅一個降幅啦。咁喺呢一個嘅預期之下咧，咁就對於成個即係可能你話煤炭板塊佢自己本身嘅一個盈利預期會有所收復啦。咁當佢盈利預期有所收復嘅情況之下咧，對於佢嘅派息都自然係有所即係有一個提升喺度噶啦。你見其實而家啲行咧，對於一啲你譬如話對煤炭價格比較敏感嘅，之前講到話嗰個煤炭嘅成本對自己嘅成本個比率比較高啊，或者講話做火電嚟講相對佔比較大嗰啲煤炭企業咧，特別講緊 講啲火電廠嘅嗰啲企業咧，其實對於佢哋2019年嘅全年個派息咧，亦都係開始有一個向上調升嘅一個動作喺度。而家目前嚟講，見到佢2019年全年嘅派息嗰個 range 可以講話係比較闊啦。咁所以其實喺而家呢一個情況之下咧，市況咁波動啦，咁其實即係你話吸納一啲呢一個板塊嘅股份，大概都有大概6%左緊呢個股息率咧，我覺得都相對嚟講係比較吸引嘅。咁而另外一樣嘢就講到話，其實對於呢一啲火電企業，頭先講到佢哋嗰個煤炭價格、煤炭成本相對嚟講，2019年比較穩定啦，而佢哋而家目前嚟講嘅嗰個股值亦都唔算係真係話貴，相對佢嘅一個歷史股值嚟講咧，已經算係即係幾乎係過去5年比較算係最低嘅一個位置啦，同埋都即係較佢大概嗰個平均中位嘅一個位置咧，都低大概一個標準差咁樣嘅一個水平，咁所以就算係即係你話而家呢一啲位置入去咧，佢個估計都未必真係話會有向下一個比較大嘅向下嘅一個空間喺度咯。所以結合頭先講嘅幾樣嘢咧，一嚟係煤價可能係相對按年都仲有一個跌幅啦，咁啊同埋講到話佢哋個而家目前嚟講憧憬翻佢成年嘅一個派息嘅狀況啦，盈利嘅收復啦，同埋即係向下空間有限咧，我覺得呢一個板塊真係有機會喺而家呢個波動嘅市況當中咧係炒高到一陣嘅。咁但係你話如果真係要揀股份上啦，咁我覺得其實目前嚟講，而家呢一個板塊都唔係真係話隻隻都可以揀得落。相對嚟講咧，其實你譬如話佢成個板塊當中嗰個股值比較平嘅啦，咁啊可能係揀2038啦，中國電力啦，或者講到話係或者講到話即係譬如話係嗰個之前你話調整了那個派息的那個政策的潤電啦，咁啊經過一部分呢個股價調整之後，同埋因為之前調整了它的派息政策，而家目前嚟講佢嘅嗰個 net debt to equity ratio 咧，佢目前嗰個負債水平咧已經係成個板塊入邊相對嚟講比較低㗎啦。咁喺呢一個風險上亦都係成個板塊入邊比較低嘅一隻股份啦。咁所以覺得呢啲股份咧，目前嚟講都仲係有佢嘅吸引性喺度咯。好啊。咁除咗火電股咧，即係可以考慮得過之外啦，咁另外啦，今日啊，即係喺個藍籌榜升幅咧最勁嘅中新製藥，又諗唔諗得過咧？
日見到佢咧都升咗成6%啊！咁啊，原因咧就係其實見到咧佢公布佢旗下嘅一隻藥物咧替落福偉片啦，咁啊可以進軍呢個歐盟市場嘅消息曝光之後咧，其實見到中芯製藥咧個股價咧即係好似強勢翻起嚟啊！咁啊，另外見到有啲大行咧都唱好啦，咁好似咧德銀咧亦都指咧中芯製藥嘅肝炎藥品啦特許經營銷售咧亦都好過預期啊！咁所以見到咧管理層咧都上調翻今年嘅收入增長指引啦，至到15%啦，至到20%啦，咁亦都咧德銀咧將佢個目標價咧去到9.4。咁其實見到中芯製藥咧，今日咧咁飆青嘅時候咧，即係咪好似大行所講咧，可以睇高一線咧？其實我覺得藥股而家目前嚟講，佢嘅嗰個之前大家最關心嘅嗰啲風險因素，其實未完全你話消散曬嘅。咁大家之前一定係驚緊你話嗰個大量採購對佢影響到底有幾大啦，甚至係講到話你話要降低個輔助藥用量嗰、那個。嗰、那個佔比咧，其實對於佢嚟講，亦都係一個負面嘅影響。而呢一啲嘅影響，其實喺第一季嘅嗰份業績入邊嚟講咧，我覺得係開始可以見到啲端倪，但係其實未完全反映到嘅。咁啊，始終嗰陣大量採購去到三月尾先至真正開始執行啦。而家目前嚟講，其實見到你話即係中芯製藥，佢而家目前嚟講第一季嗰業績見到咧，佢入即係上咗榜嘅嗰兩隻藥物，的確係受到比較大嘅一個影響。你譬如話佢其中一隻藥叫做海芬啦，咁啊佢嘅嗰個收入都跌咗大概37%左近。咁啊，另外一隻咧就係講到佢嘅一隻都算係一隻明星藥啦，潤眾係一隻肝病藥嚟嘅。咁呢一隻潤眾嘅呢一隻肝病藥咧，其實佢嘅嗰個收入按年嚟講咧就跌得5%，唔算話真係跌得特別多。最主要可能因為佢即係雖然係受到大量採購影響啦，咁但係同時佢自己擴大咗一啲適應症。亦即係講緊呢一隻藥咧，可能未必淨係醫到肝病咁，又或者喺其他嘅一啲病症嘅一啲組合入邊，亦都有機會用到呢一隻藥。咁所以講到話，其實目前嚟講咧，對於唔同嘅藥物咧，大量採購帶嚟嘅嗰個影響其實的確係即係要分開一逐隻逐隻睇咧，咁但係總體嚟講咧，我相信嗰個負面嘅影響都仲喺度，而且咧係未完全反映到出嚟嘅。去到第二季出咗業績之後咧，你會見到可能咧呢一個個別嘅藥物啦，或者講到話成個中芯製藥佢嘅嗰個收入嚟講咧，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幅度嘅一個收入上嘅倒退。咁但係有一樣嘢值得留意就係講緊話一嚟係即係而家見到佢個別藥物嘅嗰個收入係有一個大幅嘅倒退嘅情況啦。咁但係始終佢仲有另外一 part 創新藥嘅嗰個藥物嘅嗰個佔比咧，譬如話頭先 Vicky 所提到，而家目前嚟講係喺歐洲獲得嗰個許可嘅嗰一隻啦，或者係講緊其他嘅一啲抗腫瘤藥啦，增長亦都係比較快，咁而且嚟講亦都係不斷咁去擴大佢哋自己嘅嗰個適應症啦，咁可以利用喺唔同嘅一啲藥物身上，咁大家都開始去憧憬翻咧，就係呢一啲新嘅創新藥咧，會唔會可以對沖到對於某一啲嘅你譬如話肝病藥上咗榜嘅，會受到大量採購影響嘅啲創新藥嘅藥物嘅銷售會唔會可以對沖到嗰樣嘢嘅影響？目前嚟講，大概咧，我覺得佢哋好努力咁樣做緊呢樣嘢。而就算你話第一季已經受到咗部分大量採購嘅影響嘅情況之下咧，見到無論係中芯製藥啦，定係石藥嚟講咧，其實佢哋而家目前嚟講，佢嘅嗰個毛利率咧都仲係有一個上升嘅情況。咁所以你話係咪真係有機會可以透過一啲創新藥嘅一啲不斷咁樣去做咧，可以真係對沖到話大量採購對於成個收入佔比啊，甚至毛利率下跌嘅呢一個影響咧？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唔係話完全冇機會出現咯，咁但可能需要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去實現，短線嚟講都仲係會令到佢個毛利率可能受壓嘅一個壓力係會比較大嘅，咁所以其實而家短線啊，我自己就覺得其實目前嚟講嗰個風險上咧都仲係有個比較大嘅一個風險喺度啦，而由估值上嚟講咧，中芯就而家目前嗰個估值咧，之前即係經過咗一段時間嘅估值修復之後咧，而家都仲係喺一個大概歷史中位數嘅一個水平，咁估值上唔算話即係特別平啦，仲要面臨第二季嘅嗰個業績嘅一個比較大嘅風險因素咧，就算你話見到呢一段時間可能跟住個大市啦，你見到即係大家而家都覺得可能個市可能要反彈到1000點嘅時候 ，risk on 去買翻呢一啲可能相對嚟講可能大家會覺得風險比較大啊，或者係講緊之前調整有一定幅度嘅一啲股份嚟講咧，咁我覺得那個反彈嘅幅度咧，對於中芯製藥嚟講都仲係有限，而而家目前講佢嗰個風險仲未完全你話出到嚟嘅情況之下咧，呢啲位置就真係唔係好直博咯。嗯，好啊，唔該曬 Michelle 咁詳盡嘅分析啊，咁亦都同你申報翻啦，有冇持有上述投保股份咧？冇持有嘅。好，唔該曬，咁今集嘅節目咧就差唔多同 Michelle 就傾到呢度。